那积木打潘森可该在哪了？全军出击，我们可能得出点，出多点护甲。他多兰顿还好啊。尽量少让他能踩着我们，掌握一个安全的距离，否则这个东西扎我们有点痛。但他没带水晶瓶，还挺好的。偷摸他一下啊！我不知道他要干哈，他在那晃。你晃啥？你攀身怕积木啊？整装待发。晃啥呢？你晃个屁！你晃，你晃就能不让我扎了？兜兜，你连个抠都没有。来来来，俺俩站撸来。居然是这种一换一。出门感觉点烟套慢了，点烟套早一点的话可能我们能活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兜要迅疾，玩个攀升怎么玩成这个样子？拿 Q 长矛飞掷，要迅疾，我应该笑他。玩不玩了这螳螂啊。哎哎呀，我咋出来了呢刚才？哎呀，本来我能隐身呐。哎呀我的天哪，这边隐身不秀他一手，怎么跑出来了呢？回回都是他们家打野来的，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。也没一个打野呀，这兜真猥琐呀，这人呢？兜兜兜兜，那你快来呀！兜兜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兜查眼儿了，我去前面探探路。我这也不好上啊。我没法上，我血太少了。你跟他单干吧。兜可以，这三百。一、二、三。以他们家的阵容，我都有点不想出那攻速海了。
算了吧，还是攻速海吧，有点脆呀、啊，攻速海呀、啊。有情况。175，先插个眼儿，他六了，我们也得赶紧升啊，抠他一下，兜，最好是有抠的时候，兜。A 不着，未命中，兜兜兜兜兜，可以跟他干了，插个眼儿，兜，埋雷，点烟，哎呦我操，这伤害，哎呦。赶紧去吃口屎啊！啊！哦！螳螂，野区螳螂一枚，撇个小雷。回家了，不打了，打人太痛了。这积木打潘森，属实是有点难打。他关键他不讲道理呀，他这硬灌伤害，我们也躲不了。我们只能看看他能不能把他那个 W 技能给他致盲了。正在报告。有 Q 的时候是我们的进攻机会。有迅疾。往草丛里边埋雷，不过这潘森真的好猥琐，打个潘森，打个积木猥琐成这样，也不知道干哈。刀也不补，那不补拉倒，不过那一站，你爱补不补。是长官。你要喜欢让我压，那你就让在这让我压。来补刀啊！你也别补了，一个你也别补。你干哈呢？这么吓人吗？我靠！哎，我可讨厌死这螳螂了。我一跟那潘森打一波，哎，螳螂出来了。我一跟那潘森打一波，哎，螳螂出来了。回回都能碰着他，
可太讨厌燕子了，真膈应人呢。我得赶紧把这潘森给他杀了。好嘞，往草丛里边跑，对。兜，你干啥呢？你跟我要啥圈？我远程英雄，你给我要啥圈呢？你要啥呢？整装待发。你咋的呀？用迅疾。没完了是吧？踩雷上了，太逗了，胖了。再见。哼，你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儿，你能知道吗？你不知道。你干啥呢？哎呦我操，等扫描，我溜了。兜踩不着，兜哎呦，飙我枪呢，能飙着吗？等扫描呢，我现在搁那等啥呢？等半天，不行，这药不能那啥啊！这个药一定不能撇了，撇了我们线上跟他没法打，我们没有回复，笑他呀啊！应该笑他。扫描能看见吗？看不见呀。他能看见影，他能知道我搁哪，他不给我 AOE 戳死了吗？呢，我站那让他打呀，还能，我站那等着他打呀，还能。兜兜兜兜兜兜兜，哎呦我操，这英雄太不讲道理了，他妈的，这也太恶心了。我强烈要求加强积木，他妈一个戳戳我三分之一血，他连个屁都没打着我，他 W 都空了，他一瞎鸡巴放的，他就中了两个扣，我就死了，真恶心！我还有双 buff， 他连点炎都没有，而且那潘森一共就40点攻击力，我100多法强。气死我了！是长官，这不是我贴不贴脸的问题，这就是压根儿这英雄就打不了。天克，所以没有人玩积木。是长官。我必须得把我的双 buff 拿回来。兜兜，你给我死！妈，双招我跟他打成这个样子。积木太难了，积木。推。还出护臂早完事儿了，我就出啥他也没有用。他就是打人疼。
整装待发。你是个傻子，我给你十万块钱，你不还是个傻子吗？你还能十万块钱还能变成一百万呢？也不能，他就是打人疼。我赶紧美甲切魂卷，不行，这不能美甲，这把可不能美甲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我给你试试，那你是承认你是个傻子了？我没想到啊，你居然承认了，兄弟。那我要是给一个傻子十万块钱，我才是傻子。嗯，诓我，跟我玩语言。走走走走走，跑得真快呀、啊！小炮儿，还一波还是单带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我这把都没笑，我得笑一笑啊！我的高低我得笑一笑。走走走走，我这得笑他们。我去前面探探路，撇几个雷啊！偷你的小鸡儿，这小鸡儿怎么踩了我一个雷呢？两千一，差点钱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找我来了，溜了！哎，还不走，隐身。快来快来快来，我是你的眼。快点来人啊，我都给你们都探好路了，都快来。两千一，差一百块钱啊！这边能听见吗？听不见啊！那我要隐身的话，对面还能听见我的笑，那不恐怖游戏了吗？你想一想，你旁边没人，那积木一直在那笑。是长官。来几个雷，卢仙在哪里？
卢仙是不是在草丛里边的？你看我说的嘛，我就说这潘森走位不对呀、啊。我心下边没有人的话，潘森怎么可能往这边走呢？那潘森搁那边能救了你吗？又来一个啊！再见！我还杀你个 ADC。嗯？秦王要柱。引我不去了。哎，这里有潘森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这儿。啊，嘿嘿。哎，我来人了，你队友呢？这来人有点多啊！这女枪怎么过来了呢？给女枪都杀活了，你知道吗？先来个美甲窃魂月，不换扫描。这也能死啊，好疼啊。先小撇一个雷吧，万一一会儿有用呢。这龙我打没事，好疼啊、哦、我吃狗屎。往他妈家里头撇一个，哎呀疼、啊、我死不了、啊、我没死这么远吗？哎，这女枪有点恶心呐、啊。这两层美甲窃魂卷哪来的呢？踩我雷了，谢谢自锦的飞机，感谢自锦啊。好像卢仙踩到我们雷了，给了个助攻。美甲窃魂卷两层，中推一波，随便撇一个，省得一会儿能有用啊。先给逃跑的路上撇一个，给他脚底下放一个，兜兜兜。
德莱克。哎呦！上路推了吗？在我们逃跑的必经之路上撇两个雷啊！这也没地方杀人，对面也不出来呀。不出来，我可就推最后一路了啊！哎，这女枪配上那个劲，可太恶心了。你难不成有大？你能打着吗？啊！先别上，我上不去啊，别这么急啊、哦、来，我们赶紧往右边走点，虚区还是可以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啊。